各位亲爱的家人、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道德经的第八章以水为师，观水悟道，这一章因为内容是很丰富的，虽然经文很简短，但是含义很深，我们要好好的深入去体会，所以这一章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。这一章的经文请大家朗诵一遍，后面再继续解析以水为师的下集。起。很多人不知道水的重要，很多人把他的生命锁定在积累很多的金银财宝。如果你人生的价值观你认定错误的话，你的生命就会冲向错误的方向。如果你认为金银珠宝比什么都更重要，你就会把生命放在累积更多的钱财、金银珠宝，而忽略了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真正的珍宝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楚、正确地认清什么才是对我们生命最重要，什么元素比一般人所认为的金银珠宝更重要，好，这一章我们就来做一些对比。这两页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。起。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，问题是你有真正深入去体会吗？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你要积累很多钱财，积累很多金银珠宝，这样才能够炫耀，才能够展现我们的身份的高贵。但是要知道，到底是金银珠宝更重要，还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更重要？大家好好去体会。而这方面呢，真正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用生命来对比，用生命来体悟。如果没有金银珠宝，我们的生命还能存活吗？能不能？大家好好再体会啊。我再问一遍，如果没有金银珠宝，生命还能不能存活？能。真的能吗？能。我讲问是不是真的，你要讲真的。没有金银珠宝，生命真的能存活吗？真的。真的是这样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如果没有水，生命还能存活吗？不能。不能。大家好好去体会哦。我们认为的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吗？我们认为的很珍贵，真的很珍贵吗？你要用生命来对比。而这个生命就是我生命能不能存活，用这个很现实来对比，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哦，什么才是真正对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珍宝。这是非洲地区，因为干旱，
旱灾，没有水，所以这些动物死掉。干旱，你看哦，本来有水的地方，现在水都枯竭掉了。那些人呢，没有水，你能够活吗？活不了。所以这么肮脏、这么污浊的水，还是要用，还是要用。本来有井水，但是水因为干旱，水枯竭了，百姓只好到水井底去掏那些剩下的水。大家好好去体会哦，没有水能存活吗？这是发生旱灾的地区。你看旱灾，庄稼、农作物能存活吗？不能。本来这里面以前是可以种莲花，可以种藕，可以做农作，或是养鱼虾、养动物，但是现在全部都干旱了，莲藕、菱角、水生植物、动物都没办法存活了。本来有河流，但是干旱之后呢，河水干掉了，那些船也没办法行走了。这是属于干旱的情况。农民要耕种，农民耕种我们才能够五谷丰收，但是五谷丰收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必须要风调好好去体会哦。农民辛勤耕种，但是你要到丰收之前必须要怎么样？风调雨顺。好好去体会，旱灾干旱没办法种农作物，这些就算种下去的小麦也长不大，勉强长出来的就这样。这是旱灾的情况之下，这些小麦你看大部分都干枯掉啊，都死掉啊，其他剩下的也寥寥无几啊，这是旱灾的情况。有时候旱灾，有时候呢又下大冰雹，这是极端气候啊。当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，不懂得珍惜，当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，大自然的自动循环、风调雨顺的自动循环的功能就被人类破坏掉了。当破坏了之后，大自然就会逐渐呈现出风不调、雨不顺。那个不是大自然的问题呀，而是人类本身破坏了大自然的自动调节功能。我们不断地在伤害生态、污染水源，不断地在砍伐森林，让整个大自然的自动功能逐渐的丧失，所以就会形成极端型的气候。该下甘露水的时候没有下甘露水，干旱；当有需要下雨的时候呢，结果呢，本来酝酿好像哦，现在阴天了，然后可以下雨了，结果降下来的是大冰雹。结果呢，你看多大，像鸡蛋那么大，比乒乓球还大。你看哦，这一种如果你扎到人的话，人会受伤，人会受伤。你看呢，这个就是极端型的气候呈现出来的情况啊。你看哦，汽车的挡风玻璃本来是蛮坚硬的，但是经过这样大冰雹的这样的冲击，破裂了，破裂了，汽车都挡不住了，汽车的挡风玻璃都挡不住了，甚至有些钢板都凹陷了。那些农作物呢，那些庄稼呢，能不能顶得住？顶不住啊，所以这些庄稼都被打得很惨。哎，但是要知道哦，这个不是大自然在报复哦，不是大自然在报复，而是人类破坏了
生态环境，人类把大自然的风调雨顺的机制破坏了，大自然才呈现出极端型的气候。因为旱灾啊，我们就请来那些什么法术很高的人来做法，或是因为有水灾啊，我们请人来做法，这个法师可能很厉害，尤其是旱灾的时候，什么要祈雨呀、啊？有没有听过？有祈雨，要祈求老天爷降雨，一样，我们是在跟天地、老天爷祈求降雨呀、啊。啊，这个法师，这个可能功力太厉害了哈、哦。结果他祈求降下来了，因为他知道一般众生对这个水平常都很忽略嘛，不重视嘛，大家比较重视金银珠宝嘛，所以他做法之后，然后降下来是金银珠宝。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这个就好像说，生命中你觉得哦，金银珠宝很重要，但是当在旱灾的时候送一些金银珠宝给你，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金银珠宝它的定位到底在哪里，对我们生命实际的定位到底在哪里，你清楚地认清出来之后，你才知道哦，我该用什么样心态来对待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下大冰雹。如果你重视金银财宝，那下金银财宝给你，你人被打死了，庄稼也全部都打死了，打光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极端型气候，下大冰雹之后，竟然汽车被扎得这么惨，你看这些都被扎得很惨。干旱缺水，井水呢，水位越来越降低了，越降低了，所以百姓不得已要到深井里面去舀那些剩下不多的水。所以当在干旱的时候，大家要等待的是什么？水啊，救命的水啊。大家在饥荒在干旱的时候，就是需要食物啊，需要水啊。如果像他们在饥荒在干旱，你送一堆的金银财宝给他们，他们还是会饿死啊。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没有水可以喝，你送一大堆的金银财宝给他们没用啊，还是饿死啊。有的人一直在追逐哦，各种什么价值金银珠宝，连一些经典都把它用成金箔片去印制经典，那认为说这个才价值才更高，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吗？除了要炫耀自己的身份之外，能够真正解决生命现实的问题吗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金银珠宝它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。当你清楚知道之后，你才知道我们生命需要的是什么，对我们每个人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最珍贵的是什么。当我们体会到水的珍贵，水的重要，我们才会珍惜呀、啊，才会保护水资源呐、啊，才会知道风调雨顺的重要啊。没有水，动物活不了，人也一样会旱死的。当我们有食物可以吃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体会我们这些食物，我们所吃的东西，我们所喝的水从哪里来，是不是这些食物在养育我们的生命，滋润我们的生命、哦、还是金银珠宝比较重要。金银珠宝你饥饿的时候，这些你能够拿来吃吗？大家好好去体会，当你越深刻去体会之后，你才会知道哦，原来以前我们的价值观很多是有问题的。你认定的价值观是哪方面重要的话，你就会执着在这方面，你就会冲向这方面。当你体会到原来大自然是这么样的珍贵，原来这些水是这么样的宝贝，你就会爱护
珍惜。我们要进一步去体会。这一页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。其水是有生命的，是地球母亲的血液，水大于全人类的生命。要知道水是有生命的，水是地球母亲的血，水养育全人类的生命。我们就像地球母亲体内的红血球、白血球，地球母亲的血健康，我们这些血球才能够健康。水养育全人类的生命，大家认识深、认识到位之后，你就知道保护水资源的干净多重要。希望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的河川，真的都能够恢复以前的清净干净，让我们不管到哪里，这些河水就可以舀起来，那里面的水就可以直接来喝。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。但是好好的珍惜，你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位的话，你还是一样啊，珍惜只是嘴巴讲嘛。哎，开工厂的他还是一样偷排废水，很多农业的他还是一样在释放一些毒素、杀草剂，那个对水源的污染都会很大。我们要正确的认清真正大自然的珍贵，水的珍贵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维护水资源的纯净干净。这是江西上饶那边我们这个生态村所用的干净的水，你看哦，这些水很清净啊。那边有个泉源，后面有广大的森林，从森林里面，对啊，它也有经过土壤啊，也有经过那些腐朽的树木树叶啊，但是那些都不会污染水，那些都不会污染水，流出来的水是这么的清净。像这些人，他们就像学习老子一样，他们正在观水悟道。对啊，他们就在观水悟道，他们用心灵在感受、在体会水的奥妙、水的智慧、水对我们生命的重要。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肤浅的看，要用生命去感受、去体会。当你体会到之后，你就会做到保护生态环境、保护水资源。这一页邀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。其请不要污染地球母亲的血，请不要污染毒化我们大家赖以为生的生命之水。人类要发展工业，要发展经济，人类要发展科技，对，是需要发展。问题是大家要有这样的意识，我们不能够牺牲生态环境去取得人类所需。如果我们牺牲生态环境去取得人类所需的话，这样会不会有未来性？这样就没有未来性，我们的子孙会受遭殃，会受灾殃。所以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，也要做有责任心的祖先。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这一代希望喝到纯净清净的水，我们也要留给我们的子孙干净的水。像这些水，这是巴西那边的河流湖泊的水，因为污染了，所以这些鱼都死掉了。你看，真的，人类为了发展工业、科技、经济，我们却都大大的牺牲了生态环境，把干净的水都变成为没办法喝、没办法用，甚至把清净的水都变成毒水。这个水你光只是身体去碰触你都会痒，这些水生物
没办法存活，没办法应用。来，这三页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。起。人类一般所认为的那些金银珠宝，你拿来吃能够充饥吗？吃不了。但是大自然的食物，大自然的清净的水，它是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贵，非常重要。所以留下绿水青山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人类现在当代可以受用，我们的子孙也才能够真正受益。所以这是非常好，政府也都意识到位，也都一直在倡导我们一定要保护绿水青山。所以希望我们的河流能够逐渐的越来越清净，恢复以前的干净清净，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直接捧起来喝。这是我们在千岛湖生态村里面的水，那里面的水都很干净，因为没有污染，没有污染，这些水都很甘美甜美。所以希望大家去体会一滴水它都是很神圣的，大家能够看到水的重要，它对我们启示什么，包括它对我们生命的重要，你才能够从以前习以为常忽略的这个是路边小草上的露珠，以前我们习以为常忽略的，现在能不能从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去发现水的奥妙，水的珍贵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人类要学习的。如果能够提升上来去看到水的珍贵，我们就会自然的珍惜它，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就会越好，人类才能够现在好，未来也会很好。所以要能够去看到每一滴水都是珍贵，都是神圣的。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水的珍贵，你见贤思齐，你的心灵品质就会逐渐提升上来，提升上来之后呢，我们所作所为就会接近于水的特征特性，你的心就会越纯净越善良。来，这几页邀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。起。居善地，心善愿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动善时，夫为不争，故无尤。上等心灵品质的人，所居尽是善地福地，其心虚怀若谷，没有傲慢之心，慈悲善待一切众生，乐于助人。他所讲的话信用可靠，其心正，能把政务治理好，办事能力强，能进能动，善观因缘，适时而动而承担。上等心灵品质的人，不会要与他人争，就因为不去与他人，这个就是当我们学会以水为师，以大自然为师，我们的心灵品质就会提升上来，我们自然的会从我们的良心爱心流露出来，为人处事都会自然从良心爱心责任心流露出来。你体会到大自然它是平等的无争的，你自然不会去跟别人争，
而这个不争并不是消极，不是悲观，而是尊重每个生命的神圣，我们也活出我们生命的神圣，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。当我们是水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出水的神圣，不要有自卑，也不要去跟别人勾心斗角。你能够真正活出生命的神圣，你的内心越来越快乐，你能够到哪里都是带给这个地方越来越好，那些气氛磁场都会越来越好。所以当你心清净，你到哪里你都是活在就像天堂极乐世界里面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这一点要跟大家解析一下哈。因为很多人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为什么老子在这里讲的是几于道？几于道就是很接近道的特征特性的。水跟道，这里要区别的就是水跟空无，宇宙本体空无来对比一下，这里是要做一些对比。来，这两页邀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你就很清楚。好，起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水所呈现出来的德行，已接近宇宙本体道的特征特性。水上有一些之爱，空无则完全无之爱。差别就在这里而已。好，那些德行特征特性几乎都很相同了，就只差在，因为水它是从空无里面转化出来的有，现象界有，它是物质化了，物质化它就会有一些执爱。为什么老子讲说，哦，水它基于道，已经很接近道，所以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哈。因为空无它是完全没有执爱的，完全没有执爱，水还有一些执爱，就差这样而已。其他道本身有的特征特性，水都具足，都有。所以希望大家重新认识大自然。问大家，水有智慧吗？有。水有感情吗？有。有，真的有。以前人类很多人体会不到，但是我们很多的老祖宗他们都可以观看得到，都可以了解得到，所以他们对水都会很珍惜呀。老子看得很透彻啊，知道水它是大智慧的，所以我们要重新来认识大自然。但是很多人他就认为我不信那一套，那是迷信，那是宗教信仰，根本跟宗教信仰无关，这是真理实相，只是你有没有认识到位而已。所以老祖宗都可以观看得到，用心灵去品尝去体会的人他也可以体会得到，但是一般人不容易体悟到，不容易信服。有科学家他们做出来了实验，他也是意外的去发现，竟然水这么的奥妙，竟然水这么奥妙啊。所以有一本书叫做《生命的答案谁知道》，这是日本江本胜这位博士他意外的发现，也对科学界也造成了不少的震撼。我们很感恩他帮助不少人可以进一步去体会水的奥妙，水的智慧。本来事实就已经存在，只是很多人他就觉得说，你要给我什么证据让我看我才要信服。科学家他们就做出了一些实验出来，这些相片可能已经有不少人有看过，但我们简单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是江博士他们去做很多的实验，包括在小学生做实验，
你跟谁讲不同的话或是不同的态度，看有什么样的差异。如果你常常夸赞谁好可爱，不断听到谁哦，他被人类夸赞，我们夸赞谁，你好可爱哦，你好漂亮哦，结果这个谁结晶出来的是这么漂亮的结晶。因为异态的情况之下，你不容易看到这时候状态的水，然后让它呈现出固态，呈现出结冰的状况，然后它是怎么样的结晶。哦，结果呢竟然发现，当你夸赞它水，它会告诉你，我内心我心情好高兴好快乐。前面是常常听到，这一章是偶尔听到。当它偶尔听到，你看哦，跟前面对比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。这是偶尔听到，再来呢，你置之不管的水，它是呈现出来的是这样，就好像没人爱的小孩子，然后他就自卑、自暴自弃。你看哦，你常常夸赞他、爱护他，他呈现出来是这样；你偶尔称赞他，他结晶出来是这样。你根本不管他，不理他，他呈现出来是这样。不只是这样哦，不只是听得懂人类的各种语言，包括你夸赞他，他就有夸赞的这种特征特性出来。如果你骂他，你看他呈现出来是这样。要知道哦，我们的心念它是一个很强的念波，它是一个能量啊。量子物理已经可以测出来，我们的心念它本身它就具有很强的能量，它是一个念波。你起好的心念，万物会感受到，谁也会感受到。你起坏的心念，你嗔心骂谁，这个谁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状态。它这是一面镜子，呈现出你的心态。你骂谁混账，结果呢这个水它呈现出来是这样的情况。你用英文去骂它，你很笨很蠢，哎，一样它还是一样。不好的语言去骂水，呈现出来的就是不好的。你的心态是不好的，是嗔心的，是瞧不起的，大自然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你所投射出去的。所以包括你骂那些水，哎，我要宰了你。你看将心比心，不要以为水没有感受、哦、所以大自然它都是一面镜子哦，水也是一面镜子。你投射给它什么，它会反射出你内心你投射给它是什么。当你夸赞它是天使，它呈现出是这么漂亮的结晶。当你骂他是恶魔，你看就显现出，因为你骂他是恶魔的时候，你会像一个怒目啊，结果这个水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内心的状况，你是愤怒的，它是一面镜子呈现出你内心的状况。如果你有尊敬的心、恭敬的心、尊重别人、尊敬爱护水，水它呈现出来的，哎，就是这么的愉悦、快乐的结晶。如果你是用命令式的、瞧不起的、主宰的对待这些水，你看它呈现出来是这样。大家好好去体会哦。同样的，我们对人、对家人、对家中的另一半，或是对小孩子，大家好好去体会哦。我们用尊敬的心、感恩的心来邀请，跟用命令的方式来做口令来主宰，对方的感受会是怎么样？别人用不同的心态面对我们，我们的感受又是如何？真的，大家要好好去体会哦，将心比心。谁一样啊，你尊重他、邀请他、感恩他，他呈现出的是这么漂亮的结晶。你用命令的、主宰的、不尊重他，他呈现出来的
是这样的状态。他不只听得懂语言，要知道啊，他是在读我们的心啊，所以他是在解读读懂我们的心啊。你用各国语言，什么语言不重要，你的心才是最重要。包括让谁看文字一样，谁看得懂各国的文字，有没有比你厉害？你能不能看得懂世界各国的文字？一般人看不懂嘛。你能够看得两三种就已经很不错了啦。但是谁竟然能够看得懂世界各国的文字？所以他们同样去做实验，用不同国家的文字来给谁看，来夸赞谁。这是用中文，这是用英文。你夸赞谁有智慧，光是智慧这两个字，用不同国家的文字来给谁看，谁竟然都看得懂，你在夸赞他。不管你用中文、英文、德文，谁呈现出来的都是很漂亮的结晶。好好去体会哦，谁看得懂世界各国的文字啊？因为那个文字是人的什么的呈现，是人心态的呈现啊。如果你是真心的，你能够写出赞美的那些文字出来吗？写不出来啊。所以要知道，你投射出来的是你内心的状态的投射，这些水一样都可以解读。你可以欺骗得了别人，你欺骗不了你的良心。你能够欺骗得了别人，你欺骗不了大自然。我们要去看到大自然的奥妙。为什么老子讲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？你越深入去了解，你才会哇，原来大自然这么有智慧，这么的高级。你会处处充满的感恩，你对别人充满感恩，别人的感受会越舒服。你对谁充满感恩，一样谁也会很舒服。我们对生态、对大自然懂得感恩、懂得珍惜，大自然能不能感受得到？一定都可以感受得到。所以要知道，大自然都是有情啊，绝对不是无情啊。道德经是协助我们重新去认清大自然的奥妙，大自然的智慧。当我们能够懂得感恩，真的整个大自然都会回馈给我们更多的恩惠礼物啊。谁会听音乐吗？竟然他们去测试之后，谁一样听得懂音乐？他们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，谁呈现出来是这样的结晶？当播放肖邦的离别曲，谁呈现出来的像那离别的状况？当播放肖邦的雨滴，竟然谁结晶出来的有雨滴的状态出来？你看多奥妙啊。有的人去实验，他觉得那个不切实际啊，我们实验出来没这样啊。问题是主要关键在于哪里？对，你的心态。你是用一个质疑的心态，你不信的心态，因为你的内心你就是不纯净，你就是质疑别人、怀疑别人，你不会尊重、不会感恩，它呈现出来的是你内心的状态啊。虽然你嘴巴说我爱你，但是你只是嘴巴说，你内心是不信啊，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是要真实的去实验，你就可以实验出真实的状态。这是大自然给我们清净的山泉水，没有污染的山泉水，它会呈现出这么美丽的结晶。这是某个寺庙的流出来的泉水，涌泉。你看没有污染的水，它的结晶都很漂亮。当被经过人工的消毒处理之后，这个水它漂亮的结晶、漂亮的状态
就被人类把它破坏了，就被人类把它破坏了。水经过消毒之后有它的安全性，但是它也把水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很多都把它破坏掉了。你看没有消毒过的水是这样，有消毒过的水是这样，它就破裂了。如果人类能够喝到大自然纯净的山泉水，这是我们的福报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是受了污染之后，自来水厂不得已才要去过滤，但是那已经是次等的水质了。我们如果能够喝到大自然给我们没有污染的山泉水，哇，你喝起来你会觉得清新可口啊！哦，你会觉得很甘润啊，它清淡之中带有微甜。不信的，你可以喝我们生态村里面清净的山泉水看看，真的就是这样。这是世界各地自来水的情况，他们也去检验，反正你有经过消毒处理的那些水质，它都变了，变成次等的水了，就好像有机的水变成为无机的水了。啊，住在都市里面不得已就只能够喝自来水，所以你住在乡下住在乡村，它是能够吃喝到那些纯净的山泉水，那是很大的福报啊，那是很幸福的事啊。你看哦，那些长寿村的一定都是拥有什么美好的生态环境，美好的山泉水，它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重新认识大自然，重新认识水，不要用我们过去的观念去下论断，也重新来认识万物，重新来认识万物，不要这样走马看花的草率的看过，就有说我看到了，我看过了，我懂了，我知道了，那都是很片面很肤浅，有的甚至会很偏颇。所以我们要重新来认识大自然，重新认识万物，包括植物我们也要重新来认识。植物有没有觉受能力？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认为植物它没有觉受能力，没有感情，没有思维能力。但是就有一位科学家，他意外的情况之下做了实验，结果50年前就已经实验出来，他们已经证明植物是有觉受能力的，是有思考能力的，他们能够解读人类的心的。这个他们已经做过实验，50年前就已经被一位测谎专家做精密的侦测，结果已经都有实验出来。可是呢，因为跟科学界所认知的有很大的落差，所以科学界的主流都不去重视，也认为这个事很有争议，然后忽略了它，不重视它。结果这个很重要的实验被人类隐瞒了50年，现在又被重新挖掘出来。我们要重新来认识啊，植物它是有很高的智慧啊。至于这方面的资料，以后如果有因缘再跟大家分享。现在我们是要透过水的智慧来跟大家介绍啊，植物方面，也请大家重新来认识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。水它呈现出的三态的变化，大家好好体会哦。如果一个人他很在乎自己的形象，很在乎自己的各种认知成见，他就一直的守护巩固，他的身心就会很僵化，他听不见逆耳的声音，听不见他的范围之外的声音。
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身心柔软，他就可以像水一样，三种形态的变化。这个含义很深啊，水它可以是液态的出现，它可以是液态的出现，也可以是固态的，也可以是固态的。当它固态的时候，有固态的功能。当它要从固态变成为液态的时候，要知道哦，从个角度来说，这个就好像这个冰从生到死。好好去体会哦，冰要消融，就好像一个生命要从生到死脱胎换骨的情况。如果他坚守坚固自己的，但是因缘情况还是要让他溶解为水，他就变成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溶解为水，这时候他会溶解得很痛苦，因为他的身心不柔软，不随顺大自然的变化。你看这些冰呢，因缘形成，我是固态的时候，我就好好活出我固态当下这样的意义出来。如果因缘要让我溶解为水，我就完全接受因缘，没有任何的抗争，没有任何的拉扯，好，我就变为流水。这就是柔软。什么叫做身心柔软？所以，我们要以水为食。来，这页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为什么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？哦，我们要好好去体会，我们要学习水的什么？这个大家要好好去体悟。其中一点要学习到水的柔软处下。你能够真正学到柔软，也愿意处下，你自私的时候心甘情愿的愿意处下。当你处下的时候，你不会有任何的抱怨。如果你没有体会到大自然的奥妙，你没有学到水的智慧，你处下你就会处处都在抱怨啊，不满啊，或是自卑啊。当你有学到水的智慧，你知道，哎，我当下，哎，我是处下可以滋润一切，我可以发挥我水的功用。所以你处下的时候呢，没有自卑。当你能够在处下是水的时候，你也活出生命的神圣。这时候呢，因缘有变化的时候，你又可以从最低下的水，然后这又是进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，叫生命的升华。生命的升华，你又可以成为空中的云。如果你僵硬坚持，你就一直的固守，你没办法成为空中的云。就算你不想，但是因缘变化，你还是要变成为云，但是你会变成为很无奈，很抗拒，很拉扯，你的生命就会活得很苦。如果你能够体会到，好，我愿意全然接受因缘变化需要成为云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为云。当你成为云的时候，成为气态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你生命不是死亡啊，生命升华，然后又提升到我现在成为气态，我更可以飞到更远的地方，影响的格局又更大。以前去不到的地方，我现在成为气态之后，我就可以到达，接受大自然的变化。如果到高山，好，以前上不了的高山，水没办法往山上爬啊，但是当我变成为气态之后，我就可以到高山上，高山上我也可以变成为雪降下来，可以成为冰的时候，我也活出冰的神圣，活出冰的意义出来。当因缘到要溶解为水，我也全然接受。当要变成为鱼的时候，我也降为鱼水，可以变化无穷。你到哪里都可以利益众生，不管什么形态，不管到哪里都是在利益众生。好好去体会，唯有你真正柔软，你才能够做得到。
当你能够真正柔软，你就可以活出生命的神圣，活出生命的奥妙。到哪里都是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，这时候你会像天上的一条龙。有没有看到这个云呈现出是一条龙？这个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处理哈，哎，一条龙，然后它再比出，它再比出，你是很棒的，很棒的，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，活出我们生命的神圣。如果你真的能够学到水的柔软，学到柔的智慧，你的生命就会成为无限的可能。好体会哦，如果你能够学到真正的柔软，水在告诉我们柔的智慧，柔的力量。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，我可以称为水去滋润万物，我也可以称为冰，也可以称为云。所以你的生命它是成为无限的可能，无限的格局，到哪里你都在利益众生。就算沙漠地区别人不喜欢去的地方，你也可以来这里成为荒漠甘泉，来利益众生。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来服务，来利益众生。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生命成为无限的可能，活出生命的神圣，活出生命的意义。好，祝福大家。传扬多少英雄。